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 TikTok 用户 Mariana Ramos 所分享的。据 Ramos 讲述，2023年的12月24日这天，他的父亲参加了社区教会举办的一次圣餐活动。可是在这次的活动开始的不久后，当大家在跟随牧师唱起赞歌时， Ramos 的父亲却发现，在这些人群中却似乎出现了一名奇怪的信众。但这里的奇怪并不是指他的穿着，而是那人的样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Ramos 父亲当时拍摄到的这段影片。据 Ramos 讲述，当大家在唱完赞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他的父亲却发现这名长相有些诡异的信众却匆匆地离开了大家。那么出现在教堂内的这个神秘的人物又会是什么？对此，不少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发现，这名信徒不仅他的面孔十分的恐怖，而且似乎他还穿着一身如同中世纪时修女们穿着的那样的白色长袍。所以这也使得很多人猜测，那可能是一个穿着某种万圣节服饰的顽皮孩童。虽然如此，但这种猜测却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因为众所周知，教堂在大家的心目中无疑是一个最为神圣的地方，所以信众以及牧师是不会允许这种亵渎神灵的事情发生在这里的。而起初当这起事件在出现后，大家只是以为它会像很多 TikTok 上的那些无头无尾的影片一样，在不久后将会被大家遗忘。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一些媒体也对于这起事件进行了报道。根据我们找到的这篇来自《先驱报》中的讲述，这可能是发生在墨西哥城基马华坎区一所教堂内的一幕。不仅如此，他们还找到了当时的一些目击者，但是这所教堂却并没有就此事件给出任何解释。据一些目击者讲述，这名穿着有些怪异的信众似乎是在牧师朗读圣经时才进入教堂的，可是当大家在唱完颂歌后，他便离开了这里。而当天发生的这一幕也让很多信众们感到了困惑不已。而这一切直到这位名叫帕特里夏的女士出现后，似乎大家才找到了答案。据称，这名女士的工作是当地医院的一位护士。帕特里夏认为，当时出现在教堂内的可能是一位遭到严重烧伤的病患，因为当他在出现后，帕特里夏曾经刻意地观察过这名信众。据帕特里夏讲述，他脸上戴着的可能并不是什么恐怖的面具，而是一只烧伤患者使用的面罩。所以记者们在调查后认为，出现在教堂里的或许是附近医院内的某位患者，可能由于此时面部烧伤带来的自卑，又或许他并不想让大家注意到自己，所以这名信众才在随后离开了这里。Number five. 2022年12月19日，《纽约邮报》播出了这样一篇奇怪的报道：52岁的当地居民汉娜跟丈夫戴弗罗维特，早上6:30左右，在诺丁汉郡的克伦伯公园散步时，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些令两人感到恐惧的东西。据报道中称，罗维特夫妇每日清晨都会驾车带着自己的狗狗来到这里散步。当时最先下车的是这家的女主人汉娜，她的丈夫在停好车后准备打开车门将狗狗带下车。当汉娜在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后，她立即喊自己的丈夫从车里拿出了手电筒以及手机进行拍摄。可是此时那个家伙已经从他们不远处的树林窜出。当时罗维特使用手机的连拍功能只拍摄到了十几张他经过这条步道时的相片，很快这家伙便消失在了另一侧的森林里。罗维特夫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据汉娜讲述，这一幕让他们不寒而栗。起初他在最先发现这个家伙时，汉娜只是以为有人也带着自己的狗狗在这里散步，可是当这个家伙从一旁的森林里站起来时，汉娜察觉到了那可能并不是一只狗，于是她立即喊来了自己的丈夫。由于当时天色较暗，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如同烟雾般的奇怪物体在步道旁的森林里用四肢爬行。
可能此时汉娜的喊叫声惊扰到了那个家伙，所以他才仓皇地从这里逃离。报道中称，这已经并不是克伦伯公园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早在十几年前，这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灰女人的传说。据目击者讲述，那个如同幽灵般的人物经常以一身灰色的长袍出现在此，甚至这样的目击事件有几十起之多，但这些目击者似乎都没有留下影像证据，所以我们也很难判定他的真伪。在罗维特夫妇接受采访时，他们表示，虽然当时两人感到非常的害怕，但同时他们也亲眼看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此前罗维特夫妇一直是无神论者，他们认为所谓的超自然现象以及宗教的崇拜都是无稽之谈，但在此之后，这似乎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信仰。 Number 4. Oh my god, what am I seeing?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2021年3月26日这天，由一位名叫 Sergio 的拉丁裔美国居民所分享的。据称这是他在这天的深夜10点左右时拍摄到的一幕。起初，他只是以为那些划过夜空中的是一些正在陨落的流星，但在他仔细地观察了许久后，却发现这一幕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已知的某种天文现象，因为这些家伙看上去并不像是陨石，又或是流星雨，而更像是我们在某些科幻片中看到的那些外星战舰在飞越黑暗的宇宙深处时的一幕。而随后 Sergio 也向奥勒冈州的天文台打去了电话询问，可是他却得到了一个跟自己猜测相同的答案，因为天文台却并没有观测到此时有大规模的流星又或是陨石坠落在该州。据称当晚奥勒冈州的很多居民也发现了这一幕，那么这些划过夜空中的又会是什么？实际上制造出那些神秘光束的可能并不是某些外星生物。根据天体物理学家 Mark 的讲述，他在仔细地研究过这些影片后发现，这些物体的飞行速度似乎非常的慢，所以 Mark 认为它们很可能并不是来自外太空的陨石，而看上去更像是某些进入了大气层中的太空垃圾，例如我们废弃的卫星，又或是火箭在高空中掉落的碎片。然而 Mark 的这一猜测随后也得到了验证，因为在那些神秘的发光物体出现的这天9点左右时， SpaceX 公司的一架重型火箭正在进行轨道测试任务，据称这是他们为美国太空人在一次登月做准备。而那些如同流星般的发光物体则是火箭掉落的一些碎片在接触到大气层后燃烧产生的一种人造流星现象。 Oh my god, what am I seeing?Number 3. 智利这个不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国家，却在2017年时发生了这样一件引起了各国众多媒体关注的事件。当年，一座位于智利南部蒙特港市的鬼屋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当地人将这所房子称之为波尔图蒙特鬼屋。这里的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甚至可以在警察眼前发生，让我们先来看一段2017年2月26日当地警方在接到这处屋主报警后赶到现场时拍摄的画面。No cierto, ¿verdad? Tomar obviamente lo que son fotografías, evidencia, ¿no cierto? De esta casa, fotografías, evidencia, ¿no cierto? De esta casa.Fotografías, evidencia, ¿no es cierto? De esta casa.
据这名警察讲述，他们在进入房间内调查的时候，遭遇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先是他在跟屋主了解情况时，突然一把铁锹从阁楼上掉了下来，差点砸伤了他的另一位同事。当几人抬头看向阁楼时，一把餐刀却击中了这名警察的背部。但庆幸的是，刚好当时他穿了一件防刺背心，从而才得以幸免遇难。听起来，这些警察早已有备而来。而这一幕也刚好被这栋房子外的另一名警察用手机清楚地拍摄了下来。据一家名为福克斯新闻频道对此事件的报道，这户人家刚搬到这里时就遭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衣橱内的衣服跟家具多次无故的起火自燃。他们这里门窗上的玻璃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就算是刚刚换上去的新玻璃也会在一段时间后自己开裂，而摆在桌子上的花瓶也会因为不明原因掉到地上摔得粉碎。像这样类似的离奇事件却还有很多，例如一天深夜，这一家人几乎同时听到了一个不知从何处发出的愤怒嘶喊声，让他们离开这栋房子，而这个叫声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声音嘶哑的女人发出的那样。因此居住在这里的这户人家不得不多次联系当地警方求助。在这篇报道发布时，当地警方已经将他们暂时安置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虽然这篇报道至今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当地的有关部门却未对发生在这里的那些离奇的事件做出过任何解释。可是在记者的调查中却发现，当地的不少警察们却对发生在此的那些灵异事件深信不疑。因为这里的很多警察都曾目击到过在这栋房子里发生的那些奇怪现象。Number two. 接下来的这段故事来自日本知名的幽灵探索频道 Force Wall。 2020年3月的某天，当他们在看过一段由当地网友分享的墓园内监视器拍摄到幽灵的影片后，他们决定去往那里调查一下。可是当他们来到这里时，却听说了流传于此的这样一个传说。据称，这出墓园闹鬼的原因是与30多年前埋葬在此的一个孩子有关。几十年前，当地的一个小男孩在水塘边玩耍时，他不慎落入了水中。可是当村民们在发现他时，他却已经不幸身亡了。于是他的家人便将他安葬在了这里，并请人在孩子的坟墓前雕刻了一尊石像作为他的墓碑。但这尊石像却在不久后遭人破坏，石像的头部也离奇地丢失了。从那时起，便有不少墓园的管理员声称，他们有时会看到一个无头的孩子出现在这里，所以当地不少人猜测这一定与那尊丢失头部的石像有关。但由于这个离奇的传说，所以导致夜间根本就没人敢在这里担任安保工作。直到近些年时，这处墓园的管理方为了防止夜间有人闯入，所以他们便在四处安装了一些监控设备。但在同年的9月时，其中的一台监视器却拍摄下了这恐怖的一幕。于是这名 YouTuber 决定在深夜时分去往墓园一探究竟。此时拍摄者似乎是听到了他身后传来的声响，他开始转身查看，但当他看向后方时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白色的矮小身影。可是当他再一次转头望去时，那里却什么都没有。但也就在拍摄者打算沿着这些墓碑继续向前查看时，这只白色的人影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前方，随后拍摄者便仓皇地逃离了这里。可是他的噩梦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一位澳大利亚的饲主在2022年9月29日清晨一早时拍摄到的。此时这只名叫 Toba 的狗狗就像是被什么我们无法看到的东西吓坏了那样，它一直盯着房间的某处，发出一种恐怖的低吼声。据 Toba 的主人讲述，这已经并不是第一次他在这栋房子内发现这种奇怪且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事情了，于是他立即拿起了手机记录下了这可怕的一幕。据分享者讲述，在这天的早上5:30左右时，他被狗狗发出的噪音吵醒，可是当他睁开眼查看时，却发现 Toba 已经跳到了自己的床上，而且他似乎又开始盯着房间内的某处发出阵阵的低吼了，并且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他似乎还就像是在全身发抖那般。分享者注意到，这次 Toba 的异常反应似乎要比前几次都要严重许多，而且当他来到地板上时，他还摆出了一副十分警惕的姿势，可是分享者却在房间内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当他将 Toba 叫回自己的身边并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只狗狗却仍旧盯着房间内的某处发出了阵阵的低吼，而当时这也让分享者感到了惊恐不已。据称这是发生在他们刚搬到这栋房子居住的近两个月时的一幕。曾经在他们刚来到这里时， Toba 就已经出现过这样类似的事情了。当时分享者仔细地检查了这个并不大的房间，但他却没有发现是什么东西会让自己的狗狗如此的感到恐惧，于是他猜测或许这只是 Toba 对于陌生的环境不熟悉的一种表现。可是在这几周的时间里，他却目睹了几次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这一次看上去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这一幕一直持续了近20多分钟的时间，直到分享者将 Toba 带离了这个房间后，似乎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他的狗狗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次进入家中。最终他们在这一幕发生的几天后，这位来自澳洲的饲主还是决定搬出了这栋房子。